朋友们大家好，这是中国天津的地图。天津位于渤海湾西岸，与山东、辽宁两省隔海相望，西北120公里与北京接壤，除东部边界外，四面被河北包围，渤海。总面积 11860.63 平方公里。海岸线长153公里，陆地边界 1137.48 公里。它位于中国大运河的北端，与黄河和长江相接。全市地势平坦，沿海多沼泽，但北部多山，燕山进入天津北部。与城市相邻的沿海平原上分布着广泛的潮滩。全市最高点为河北北部边境蓟县九鼎山，海拔 1078.5 米。海河在天津市内形成于子牙河、大清河、永定河、北大运河、南大运河的交汇处，在市区内流入太平洋。在塘沽区，主要水库包括最南端大港区的北大港水库和最北端的蓟县玉桥水库。这个城市有很多景点，它的街景融合了历史悠久的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建筑，与当代中国的混凝土和玻璃巨石并列。尽管该市的大片地区正在重新开发，但大部分殖民时期的建筑已受到保护。打扰一下，如果你爱天津，请评论。继续。19世纪，这座港口城市引起了西方航海强国的注意，他们以中国军队登上英国船只为借口宣战。凭借装备精良的炮舰，他们获得了胜利的保证。1856年签订的《天津条约》赋予欧洲人在大陆建立9个特许基地的权利，他们可以在这些基地进行贸易和出售鸦片。这些位于海河沿岸的租界是自给自足的欧洲社区，法国人建造了城堡和塔楼，而德国人则建造了巴伐利亚红瓦别墅。原住民与外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870年天津事变中爆发，当时中国暴徒袭击了一家法国经营的孤儿院，并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再次爆发，之后外国人夷平了中国老城周围的城墙，以使他们密切关注其居民。旧城在2000年至2001年间被完全夷为平地，以便为新的发展让路。仅存天津孔庙等几座古建筑。中央火车站以南和以西以及海河以南的密集的特许经营街道网络，现在构成了游客最感兴趣的区域。法租界的城堡现在构成了河以南的市中心区，英国人建造的雄伟的豪宅就在此地以东。再往东，也在河的南边，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地区的建筑有一些简朴的德国建筑。目前为止就这样了。谢谢收听，请订阅最好的地图和天津的爱。再见。